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工厂风水经。各位十方善知识，啊，无论是大型工厂，或者是咱的家庭的工厂、小工厂，风水拢是一，无两项的风水法则。啊，在咱这个工厂的布置，除了以前甲各位讲解，啊，门的位置、门向、处形啊。外口的路势、水势等等的，啊，咱内底的布置嘛非常的重要。咱工厂外面的，就是咱人生的路途；外面的环境，人生的路途。啊，咱外面的，也是讲啊，伊这个法则。该管就该管，该记就该记咧。迄个表示咱的人生在行咧，咱一个人在行咧，会感觉真正顺手。也是外面的局势咧，哈，这里都路冲啦、厝管来压啦，也是这里都货管啦、粮食啦、顺水流啊，等等咧，这拢是外局，表示讲咱是外面的事业，外面啦、啊。符合角色的，咱出外的事业就真顺势。那像咱的国家，咱的外交部，哈，外交部咧起个真庄严，啊，向出去咧，向北平出去咧，啊，正平咧，好平拢较悬，遐济厝大楼拢好平悬咧，啊，所以咱这里外交咧出去咧，处处受到荷兰甲咱打压。啊，这嘛是有真大的关系啊，机关嘛是共款啦。啊，就是讲咱的家己国家的外交部，咱向出去咧，两边有力，两力哦，好信咧，咱出去咧，一定会得到人嘅甲咱尊重。而且咧，咱特别讲这个外交方面咧，感觉真正辛苦，真正忝，真正忝。咱的外交人员是伟大。啊，因为辛苦，大家辛苦，哈，拍拼。但是咧，三分之一命，三分之一拍拼，三分之一的风水嘛，影响真大咧。这点咱爱了解。咱一间公司，若是讲咱外局出去咧，哈，咱就该管的管，该加的加，哈，啊，卖一台枪，卖来砍，卖来耍啦。安尼，咱工厂、咱这公司的经营出来的个真损失，啊，所以机关、人民团体或者个人事业，拢共款的利，拢是一，叫做不二法门啊，并不是讲哇，我伫公家机关，我都无代志，正常。那这几年来咧，真侪咱的叫做公家单位，真侪灾厄咧。吼、哦、啊！地书的这个媒体啦，对这个风水啦啊，这个议论纷纷啦，啊，这拢有伊的真理的存在。那么外面外局就表现咱的外面的事业，内局上来底就是咱人的五脏六腑，啊，是在电视机，咱现在伫看电视机内底的零件、的流程、的布置。那么门呢，就是咱一个天线，电视的天线，外大门就电视的天线。
好，天山乡，我丢嘞！你来这电视伫看，你一定足清楚、足清楚的。那是迄个电视嘞，天山嘞无正嘞，啊是摆了唔着位，许较悬的厝砍掉的啊！啊，你这个叫做主人嘞，这收信率的足歹，道理同款。那么咱工厂内底的布置，机器的布置。本来是咱一个人五脏六腑的肝啦、啊胆啦、吼胃啦、吼肠啊肚的流程啦、腰椎啦、脾啦等等嘞，吼，这都是咱内底五脏六腑的机器的布置。一间徛家嘛是同款，徛家嘞，你内底的灶位就是咱的变压器，床位嘞就是咱的充电器。哈啊！要新位，要水塔、水桶，哈啊！要来这真济布置，拄啊该管、该管、该加、该加嘞，都是咱人的体质来嘞，的布置流程完全相像啊。有当时啊，咱一个人才大好，内底嘞吞一粒物件入去嘞，咱就艰苦啊呢。相对咱一间工厂的机器啊，咱若若是摆唔到的时啊。你就一定呢，机器会去踢到，还是动线去踢到，这是工厂依赖的机器。那么工厂甲外大门中间呢，就是中明堂、明堂、明堂，就是咱人一个家庭，哈，咱的家庭呢，哈，中间头前埕，哈，嘛是同款，头前埕呢，你若讲啊乱七八糟嘞，你内底袂顺，外口袂顺。啊，咱人外面会顺的吼，外面够足顺、足好势嘞，啊，定够好势嘞。咱入啊出来滴，已经都气旺气入啊出来滴，财神嘛入啊出来滴啊。啊，财啦出来滴嘞，你要做逐项代志，你就会较顺势。这是工厂风水甲咱的生活息息相关。我曾经去看一间塑胶厂，原来因为伊的。这个生意咧，较无真大个事啊，啊，拢伫内底咧做定定咧，无定甲完全是抓，啊，内底做真顺势咧，但是咧，一旦伊个到尾啊，就伊就较济咧，所以定中啊，定甲完全是抓哦。我讲你吼头家啊，内袂顺，外袂顺，心光火热，啊，那么伊个老师啊，就是安尼，我感觉真烦，最近才真烦，入来嘛烦，出嘛烦。我咧头前就拼拼对拼去，你一定就顺势，吼，就叫我师傅在里拼咧。我坐内底都食一杯茶，食还袂煞咧，内底拼了啊，拼了咧，头家说，吼，安尼才对，所以过来需要提顺势。所以咱一个金刚掌咧，重外面以外咧，重中央嘛，重内底，最重内底会安那安排咧。等下，好，咱甲各位来解释。已经是大学在。各位十方圣弟兄，工厂内底的布置啊，机器啊，有，尤其咧，这个好多啊，火鼎啊，尤其会动的物件，哈，啊 ，press 啊，这个铅嘛，这胖的。非常的重要，也是巨大。啊，像咱这个木器厂，我曾经看过一个木器厂。啊，木器厂呢，伊原来伫细间所在咧，顺时咧，换新所在咧。伊将这个因为业务扩较大，所以伊的这个展台咧，拢摆伫好平。啊，有一天呢，啊，来请示王贤老总。老早呢，佮开始讲，你请老师去遐咧看，啊，结果去现场，哎呦，头家啊，你遮的师傅的手剁断几支去啊？伊讲哈，老师啊，我遮师傅无人敢来带，人讲我这间工厂有鬼，我唔是啦，你工厂咧，你设置这个好多机器展台咧，拢伫好平。好，所以你伫好平的时啊，你自然呢互动会伤人，哈，互动伤人，你当然会见着人嘛，见着手，
哎哦，原来就是安尼，因为我原来伫世间工厂是从来毋捌发生代志。那么这位头家呢，伊就安尼搬来新所在以后呢，煞事业哈直直顺利，啊无人敢带，因为伊工厂机器安尼好变，好都爱静不移动啊。然后就是头家的一个老师啊，那机器爱开真，若要煞爱开真侪钱了。我你是要公司要倒，较赢，还是讲先开一寡钱呢，刷刷会？然后这头家呢，伊家己就觉得啊，安尼我知，老师我知，好，啊，伊就安尼请迄个师傅啊，吼，公司个电价刷会，开几十万以后呢，真顺势，啊，直直安静去。好，到以后来呢，这个头家呢，伊只老师啊，吼，这个叫做我以后老朋友，吼，要安家去的时是袂用请你的无？我一个原则，安家去有一个原则，吼。现在咱来看这张图，吼，看这图，咱安家去呢，咱一间工厂，吼，咱来分做高级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。好，这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的跨度，好，这是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，或者九宫是两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或者九宫中央，或者中宫，中宫呢，或者太极，中太极，好，太极呢，就是一阴一阳，阴阳变化不定的所在，中太极。那量呢？量平爱动，所有机器的，你若一动，尽量拢个摆量平，这第一个原则。啊，好平呢，唔通摆，好平咱就卖，吼、哦。咱好平唔好摆嘿，好平卖摆。啊，后边的所在呢，尽可能呢，咱嘛卖摆，那不得已的，咱嘛才摆。才对中央家一家嘞，用摆过机器安尼摆过嘞，吼、哦，即种嘞摆机户的机器的区域嘞，真好，吼、哦，上好拢是两边，中央嘞，绝对莫摆机器，中央，吼、哦，中央是中宫，哈、哦，中央就是咱的心脏，中宫的心脏，若是你中央嘞，你摆机器嘞，就阴阳变化不一，善恶变化不一，念好念歹化化，颠颠倒倒。好，我就以地主嘞，伊个工厂伊做这里、個，或做阿鲁米个工厂。啊伊嘞，因为原来伊摆摆了，就摆伫两边，拢摆伫两边嘞，所以生意做了真顺势，员工嘞真济个，安尼真正顺势嘞。啊，因为事业损失，伊就爱空店，要空店呢，伊就阁买一台大台机器要整呢，爱怎啊？转去中江，转去中江，转嘞开始嘞，第二天嘞，头家嘞，车开开咧，心脏就严去定插伫路边，感觉奇怪哪安尼？吼、哦，啊，这个公司的工厂也未汽车哦，好、啊，那么过几天嘞，向我如果当个车插伫边啊，袂叮当。困偌久才精神呢？吼、哦，所以有一天呢，人家讲啊，伊就讲，哎呦，你工厂可能问题，你去找老师看呢。那么，伊就走来找，伊就知影，若要找我，一定爱倒下便便。我先去看，我哎呦，你过去这当，你这伤心中呢，你会惊伊会缩起来，缩起来呢。老师，我第二抓啊，我才去紧张，足奇怪，过去按了，心中会惊。是安怎原因呢？所以伊问我摆，我你心脏的所在太极，太极中宫，中宫呢，都叫做太极，太极在咱心脏阴阳变化不一。啊，所做一些产品呢，念好念歹，念好念歹。那么我讲你紧来刷边啊去，好刷两边，好那无呢，你得刷两边后边去。但是呢，啊，你这刷呢，吼，你家己爱注意啊，要注意啥呢？我咧要刷你入嘛，爱选择，哈，等下咱甲各位选择日的要领，会甲各位讲解。好，我叫刷者刷掉以后咧，心脏甲打七年八年咧，又唔捌发生代志，啊，工厂伫做嘛，顺时顺时啊。所以咱一间厝的要领摆法咧，现在我来看图甲各位解释，哈。好，比如这里、個，好，这咱一间工厂。
吼、哦，混到九江，混到九地，那是切豆腐，切九地，切九地这边凉饼，你拢用摆机器，拢会使摆。这边好饼呢，好爱蒸，吼、哦，好就是黑公，吼、哦，好就是离卦，离卦，离为火，吼、哦，火袂使你淹，火若淹就说得黑公。啊，这里叫做坎卦，坎坎是水。好、哦，坎是水，水就爱动，动才有活力。好、哦，对，水动才有财。好、哦，所以这个原则啊，拢有易经先天八卦的道理、的真理存在的。所以咱水爱动，火爱静，火爱静，火静静者安定，火动者。吼、哦，你个愈当呢，愈夹财，迄讲是非冤家路济斗争啊，啊官府啊，兵器主、罗器主拢到位，各个爱注意。啊，等于咱迄官甲下你这边这个点做头官都唔对去啊。吼、哦，这个大家爱注意。维新电。各位十方圣地圣，工厂内底一机器的布置，甲咱五脏六腑同款。肝电做头开，吼，胆电做头开，种种你拢电做头用的时啊，咱人身体一定歹去。搁只真简单，一个道理，啊是一个例。咱人死去以后咧，咱的骨头你若开唔着平气的时啊。好，照常厝内底雾沙沙，未安。人往生去，你骨头下唔着位的时，你都会做啥来未安啊？啊，地主对囡仔未安，家孙也未安，这道理完全相像。那么我一个地主咧，是新富水土保持局的一个工程师，啊，伊的祖先的风水啊，我讲，哎、欸，你祖先的风水骨头顶多少差哦？摆唔对，那机器摆唔对位哦。啊，你所谓囡仔呢，吼，大家那是有诶，那发生车祸都着骨，啊，人若病拢对对骨开始，好诶，骨癌啥？好，到尾啊，这个信徒地主啊，因为嘿啊，老师，我厝啊风水大家都足问题，啊，我甲这个代志甲我阿叔讲，我阿叔唔相信，到尾不过足无啊呢，你关起来，真正骨头电脑都差。啊！电脑查只子孙啊嘞，都未安。何况我讲工商这里，叫做机器摆唔对嘞。何况我咱人内底五脏六腑摆唔对嘞。所以工商的内底的机器啊，咱会记哩，咱拢摆到两边。哈啊，咱好边尽量卖摆。啊，若是讲咱业务真发展，你都规间圆满满。哈，咱看这图哈。若是讲哦，我遮直直做咧吼，你会用直直过，要过直过安怎来？吼、哦，你用对只空中倒过，你先第一先量平先摆啊摆，摆到真满的时啊吼，你就是只一定直直摆倒过，摆倒过安尼伫空中来。啊，你中间上好唔通摆着，吼、哦，你对边摆，啊，伫摆摆到遮来安怎来？安尼来咧，你就嘛是会直直顺势，因为你这愈久，你顿久啊吼，用久啊，伊灵气啊，灵气咧，吼，真正真正啊旺，灵气真稳定。你以后摆来咧吼，你就较稳定起来。咱这位先生啊吼，信徒咧，伊就做旁证，抽筛的，吼。啊，那么上台先，伊嘛是刚枪对两边咧，吼，这个啊线，伊这基本上是知影。做了真顺势，到尾啊，为着需要顺势咧，伊就阁增加期待，所以伊即几个设置好面，阁开始这边阁摆倒转来，系啊，两火斗，两火斗，这边啊有，这边有两火斗，吼、哦，内底员工啊，员工老侪相拍啦、相骂啦，足侪，咁样足奇怪。有一天呢，就走来请示王禅老祖，老祖来个开始讲，你共请两火斗。好、哦，那么内底机布置唔对，两火道你当然你袂顺势啊。好、哦，因为怎么办？好、哦，所以老早咧，伊只就要画只图好看咧，像这个咧。哦，你只白原来只白只拆掉，
拆掉，甲刷对只直直沿，直接沿着原来这边的沿去遮来，刷下来了呢，自然安定了。刷过来遮时期，后院老师奇怪哈，安尼遮尔灵性啊！啊，还笑我，嘿，老师你会食糕啊？我讲我会食饭哦，搁食糕啊。哦，这个地理的代志、风水的代志啊，唔是咱所讲的遐尼肤浅呢，唔遐尼浅呢，唔是讲拢唔捌的人、唔怕病的人才来重风水呢，唔是这个道理。在彰化有某一间纺织厂，真大纺织厂的，在民国73年的时啊。啊，厂长呢来请示王贤老祖，伊讲老师啊，我咧时啊东东登去呢，东东登唔知啥原理呢，吼、哦，那么我就去甲参观去看呢，我啊，你门开唔对，后尾门无该开，你开伫刹车，开伫火车的位，哈、哦，你袂使你开伫遐，吼、哦，那么头前呢门呢，你办公厅门你嘛开唔对，你爱开两边，唔通开好边。好，你若开好平咧，你内底员工逐项拢袂顺失，生产袂顺失。那么我讲你上好改过，那无你会火烧。那么这个厂长咧，伊就好啦，老师你来讲我，我就甲改啊。啊改了咧，要你改的是啊，工厂西平面咧开始发火外号，啊无代无就发火在，竟然会泡你。那么改。完了以后，改方改了以后嘞，那鞋也没断，东南亚的纺织厂鞋可能已经钢厂没断。好、哦，这是真不可思议的代志啊！好、哦，这风水法则，风水法则，你若摆唔对，自然问题就走出来啊！啊，尤其像钢厂一台恐怖的啥，真大的恐怖的啥，伊个放伫火边，放伫火边嘞，当然火动就变发火嘛。火动火的时啊，你自然嘞。你接了都不停的代志发生嘛，所以各位是方神弟兄，咱工厂内底一机器的布置，哈啊安那摆才对呢，真简单，量爱动，火爱精，啊那量动是发展的，你后摆才写对火平，看对后摆靠倒转来，你达最唔通讲啊，我量平了，你就对火平开始动咧，咱看这个图，哈。咱若遮，原来遮着顺时顺时啊，吼！你若到苏国底遮摆落，遐摆过去的时啊，你着量好道，着量好道。原来这当过来一个量好道，你对安尼就是靠过来，哪像一个量啊，量头就是人量，人过遮，吼，电都发电，电都顺时咧。啊，要这中江着无记，无记属土，这无记就是阳，就是阴。一阳一阴的，所以咱中江呢，一间做工厂正中的，你唔通有机器，包括咱的厝场内底，吼，咱徛家啊，咱冰箱嘛，莫是徛厝的正中央啊，啊是讲咱的厝的便所嘛，莫徛正中央啊，咱徛正中央呢，你落落落心脏病啦，袂顺时啊，心脏无啦啦，胃肠歹啦，即事上的啦，真正常会发生的代志。相对工厂嘛，同款啦。好，各位是方神弟兄，咱这个开这个课程呢，是希望将这个一般人容易的去疏忽哩，注意无到的，也是感觉讲我家己真牛，感觉讲啊，这风水无重要。